其实政务官根本依法没有任何考级奖金的，就是被白骂了好多天。我因为刚刚也被骂了好几天，说什么我们有一个考级奖金的问题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算过。其实昨天晚上人家，昨天下午人家还告诉我说，其实政务官根本依法没有任何考级奖金的，就是被白骂了好多天。这些说谎的议员随意的可以抹黑别人，所以其实我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是依法行政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那么也不会用行政资源去做任何影响选举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对负责任的表现，也把议会的议程完成了，这个是一个负责的表现。那么希望说谎的议员也不要再说谎了。